别开玩笑的了，我爱 Hebe。 破例请嘉宾处女铁腰娃娃田馥甄回归小巨蛋，法喜充满。哎，仙气女神田馥甄回来了。去年因自己失声和天灾地震，高雄演唱会被迫临时喊卡，时隔一年一一巡回中场，周六回归台北首唱。和第一套观世音舞台装仙气爆棚，但也好迷音哦。说到仙气，他闲聊的环节还带禅味呢。这一次的演唱会，我是抱着那种一期一会的心情在办，就是虽然我们有五场，然后但是我觉得每分每秒的时间都不一样，然后刚刚的我跟现在的我都不一样，上一次的你们跟这一次的你们都不一样，今天的你们跟明天的你们，可能没有买到票，所以也不一样。哇，不得了，这次回归还有创举，田馥甄从没邀过嘉宾，这次请了娃娃魏如萱。漂亮吗？我今天是暗黑芭比。呵呵，真是名副其实的芭比娃娃。我还没有看芭比，看完演唱、办完演唱会之后。我在这里啊。暗黑芭比。好，升降把它降下去。我就是怕麻烦，就是会怕麻烦别人，就是请嘉宾这件事情，但是很开心你愿意来。超不麻烦的，你想上厕所吗？你可以去上，然后我认识你的乐手，我其实可以这边上娘娘。所以现在是有一点请神容易送神难吗？三立娱乐新闻有嘉宾好欢乐报道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吴宗宪，是哪个？我是徐乃麟，我是台湾熊秀，我上单碧红，我是蔡康永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 S， 我们是号角响起，祝福三立新闻网十周年生日快乐！李佳贝祝贺三立新闻网十周年生日快乐！祝三立新闻网十周年生日快乐！在这边要祝三立新闻网十周年生日快乐！祝福三立新闻网十周年生日快乐！祝福三立新闻网10岁生日快乐！祝三立新闻网十周年生日快乐！祝三立新闻网十周年 Happy Birthday！ Happy Birthday to you！ Happy Birthday to you！ 祝你生日快乐！祝三立新闻网十周年了，哇，好快哦！生日快乐！锁定我们娱乐新闻 APP， 更多的献歌就在这里。